氪金稀赏金赛，啥玩意儿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氪金稀。总有一些兄弟说他们操作很秀，好安排。今天开始，我向全网发出保护氪金稀的玩法。只要你觉得自己技术够硬，那就写下你的狠话。我将随机从全平台挑选三个兄弟，并且提供 H4 全装包给你，让你展示。如果撤离失败，没关系，都是兄弟，每人两个防弹安全箱压压惊。如果我带500,000物资撤离，每人就是四个防弹安全箱。即便是最后只剩我一人撤离，要是兄弟们枪法如神，保护我撤离，且带出物资大于等于100,000，那么恭喜兄弟们，一人六个防弹安全箱直接安排。万一不小心乃被兄弟欧皇附体摸出机密文件，谁摸出来就给谁安排一个648，所有小队成员全部提升为100,000撤离。而且第二天直播第一场就是带你们三个展示技术，如果兄弟们觉得不过瘾，可以蹲直播间弹幕上车，只要你枪法如神就可以来挑战。每晚8点等你来战。哎呀，我进来了。哎，怎么才115万？